根据情报，运毒车辆应该是一台4吨的货车。这么大量的毒品和枪械，一旦让他们偷偷转移出来，后果真的不敢想。我已经冲洗找了一辆急救车，准备走另外一条线。现在命令你们立刻停车，放下武器。趴下。牺牲了，王烈，王烈，停车，上来！牺牲这么多人，我们必须要抓到他们。喂，跟阿龙有关系的，一个都别再用。看守，别跑！抓起来！就剩我们几个了。全体都有，出发！他们跑不掉，这是我们8077的事情。